各位，我们今天啊，谈这个俗语。各位看自己阅读的时候，第一感受是怎么样？像俗语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处理它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很复杂的问题，你要设法怎么样？化什么为什么？要化繁为简啊，否则他那样这个那么复杂，你没有给他一些统序归类，你就难以掌控，难以掌控。我也常把学术啊运用到实际的这个推动传统艺术、民间艺术。比如说，我曾经带来一个当时的观光局长，就是后来的行政院毛志国，他说：“曾教授啊，你真大胆，你敢这样带这样的团队出国、啊，来自于台湾各地的民间艺术的团体，虽然总共四五十个人。”但是有几个团体你们知道吗？有16个，那16个团体，也就是说各地山口的，那我设法哪些团体是可以在一起的，来里边哪一个是年辈比较大，地位比较尊，大家服他的，我就把它分作4个小组，然后每个小组任命他们，我就找你们4个，你就领导他们，啊，这是出去以后就纲举目张。我也曾经办过呢，在1983年到1985年，86年，总共4年的时间呢、啊。在台北的青年公园办了全台湾地区的民间艺术传统艺术的大汇演，那这个更多啊！各位想一想，我们的调查啊，这个将来我们会讲，起码下学期呢都会讲到，有70几种的手工艺，有56种的表演艺术，加起来就100几十种。那最大的一次是有109种不同的民间艺术，啊，这是大手笔，啊，130几个团体，5天5夜。我们的政府都很担心，那时候党外人士很活跃，是不是会出问题？所以都不太敢办。我说我已经都统筹好，我一样的把民间艺术分作几个大类，啊，比如说阵托小戏的，我就找我们的朋友，我们那个工作同仁的。台东大学的这个吴腾达教授，手工艺术的找武大的庄伯和教授，这个民间的音乐的就找许长卫教授，戏曲方面我自己领导，啊，类似这样，大陆的这个找王安琪，台湾歌子戏的这些这个什么呢？等等，我要找当时我的秘书啊，
这个我这个林茂泉现在教授教授，所以这样一来呢，五天五夜参加演出的总共2000多个人。各级学校来了35所大学，这个从小学到大学35所，700多个学生。但是我们的钢琴乐章都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把它化繁为怎么样？为简。钢琴乐章不同的性质如何做安排？同样的，各位觉得我们的这个俗语，它的内涵类别是简单还是复杂？你们读过以后，有没有觉得很简单的举手？还是觉得很复杂的？觉得很复杂。可是我们都把它怎么样？通通把它归为一国，哪一国啊？俗语。但是呢，俗语里边也有什么的不同啊，它的形式上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啊？所以在形式上不一样的，我们又给它分作4大组群啊，这个就是化简化繁为简。那么也有些什么呢？它表面看起来很简单的，那你就要怎么深入探讨，就把它这个什么呢，看起来简单，事实上里边有总剖面可以看出它历史的发展，有横剖面可以看出它政治社会人心各方面的这个什么。你这样呢，一个综合的关照，就把看起来简单而把它什么呀深入啊拙延的去这个来研究对付它，来探讨它，这个就是以简怎么样而深入的这个探讨，所以两种不同的形式。譬如说戏曲是属于前者后者啊，戏曲就属于后者，因为在戏曲这个大类里边，事实上它有许多的姿态，而属于这个呢，光名字复杂就多如牛马。现在呢，我提出几个问题来，和各位来探讨一下啊，看看你们呢读书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各位有没有发现我的自学的方式啊，其实呢也有我自己的统序啊，基本的方法。比如说这个俗语的这个类别，我所参考的书有几种啊，好像有几十种。也就是说从人家已经研究的底子，各位有没有需要我们要做个浏览做个了解啊，还是说你凭空就可以入手啊？别人的研究你先了解，你就有一个研究的基础。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作为一个论题，首先呢要能够怎么样，要能够探讨评估
这样的一个论题，前人的成就已经到什么程度？前人的书类该谈没谈，或者怎么样？谈了不够周延，不够周延，我就可以怎么样补充它？谈了错误，我们就应当怎么样来纠正它？啊，更重要的是什么？别人能想都没想到。可世上重要不重要？重要，存在不存在？存在。那么你把它挖掘出来，你把它开创出来，你把它圆满的说出来，这就叫什么？学术里面最珍贵，就叫什么？啊，这就叫创发，创建发。不外乎是如此，所以呢，各位翻开我们这个书的第几页？八十七页。你看，我们的题目是《俗语》，《俗语》边又含括有。谚语、歇后语、惯用语、口头成语、秘密语，啊，那么这些名词都不一样，但是可以统筹在俗语的这样一个名词里边。除了俗语以外，今人有一位先生又另创了一个名词，而他含括性也相当强。请问是哪一位啊？可以和俗语来旗鼓相当的，但是我没用它，我还是用俗语。然后九十二，各位翻开九十二。九十二的哪一位？申俊先生主编的《中国手语大典》。对了，好极了，劝你好好读书。这一问马上知道他好。那各位想想，为什么我不用他这个手语这个话？手语只是在什么？所以的对象是什么？生，对不对啊？俗，可是俗是对什么？雅，这个雅，所以俗的范围比较广。生俗呢，恐怕有些人很生的，但有些人就很俗，啊，这常常不是普及性的。所以我们固然知道他的意思，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个熟的意思啊。而创一个名词，各位一定要知道，创个名词呢，必须啊要能使大家都来用。如果说你创了，别人呢不引用你，不什么，那你这个白创，也就表示你这个不为大家所认同。那么一句话啊，如果大家哎这很有意思，是不是新的语言就会出来啊？像以前呢，我看了说，哎呦，怎么出现婉君，婉君小妹的婉君呢？哎，我马上说，哦，婉君则婉君的，这个什么现在什么网络啊，网络一大票的人的力量像一股军队一样，所以类似这样呢，它很容易就为大家接受。那个俗语大典呢，我看呢，除了他自己以外，很少人家用过。
可是他所说的俗语大人也相当捉人像，其实可以和俗语来对照的。好，各位，第二个观念，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说过了，所谓俗语是拿什么时空为基准来判断的，拿我们现在这个时空，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俗啊，和我们现在所谓的雅，就像我们上个礼拜说的，诗经的国风都是怎么样，都是各地的歌谣。那么各地的歌谣，当然在诗经那个时代，它就是文学，大雅小雅才是，小雅是庙堂文学，小雅是士大夫文学，大雅是庙堂文学，这才能叫雅。所以风那时候是俗，可是我们现在读诗经都把它当经了，它还能叫它雅吗？就像我们那说音乐，我们说雅乐，雅乐一定在先秦一定是宗庆之乐啊，拿边中边庆为主奏乐器的称这叫雅乐。如果以这个什么呢，丝竹为举的宴会里边的音乐，是大家娱乐的，那个就在孔子的时代就叫政声，政国地方的歌谣，那就俗乐。好，到南北朝的南朝，宴会时候的清商乐，我们所说的香客歌等等。那么这种清商乐到我们现在来说，比如说清商乐里边有一个非常传统的古乐啊，将来也许我们会请佩欣唱一段给我们听。像这种这个清商乐遗传留到我们现在的那个南管音乐，我看一般研究音乐不敢再说它是俗乐了。那清商乐在南朝的时候是俗乐、宴乐，我们现在又称雅乐。同样的，我们的国乐有好多是怎么样？是西域那边过来的，在汉代以后叫什么？胡乐。那胡乐怎么会是雅乐呢？可是我们现在的继承这个传统的，我们现在所谓的国乐，大陆叫民主音乐，和我们现流行歌曲或者民间新作的，它又是怎么样？比较古雅。所以这个观念，各位要。因此，如果说俗语它的内涵就不是古今的问题，而是我们现在用起来是不是大家呢一听了大概就能了解，不管它出自于是什么古代的经典啊。说开宗明义呢，我们就俗语的范围和明义，我们对一个问题的研究，对于资料的了解也相当重要。那我现在请问各位，把这些俗语，第一个人哪一本书是存到现在的一个记录，也就是说我们要了解这个俗语，我们找最古老的这个书是哪一个人，反正最古老的一定要知道。第二，什么要知道啊？最完整的是不是也要知道啊？
然后新编的最庞大的也要知道，啊，其他那边呢记不住就算了，因为啊太多了，啊，脑筋我们要晓得选择。因此，各位看看第八十七页里边，我们就说了。流传下来的第二行，较早的宋人着手中的古经验，对不对啊？像着手中这个是宋代，所以可见宋代就有人注意到怎么样，俗语谚语这门学问，已经有人把它记录了。还有一个呢，如果要研究这个题目的，应当要准要有个书。世界书籍都把它有的。第四行就杜文南的古谣宴，杜文南的古谣宴，他收集古五集中所引上古至明代的谣宴，全书100件，堪称较为完备的总集啊。各位读书就是这样，哪一些要点。然后现在呢，大陆啊，这个人很多，学者也很多，所以呢，一种集体的这个集体的研究，集体的这个成绩啊，非常非常的可以说。超越古今，各位知道我们中国历史上能编大部头的书，一定是什么样的时代？是内乱外患，还是国家穷困的时候啊？有内外患，绝不可能。国家经济不发达，国势不强，绝没有这一些。就像台湾，我们小时候有没有表演艺术啊？有啊，各子戏、布袋戏啊。能不能有这个什么呢？外国这个什么团体来，要花个一个月薪水，或者是几千块钱看一场的，那不可能。所以文艺啊，文学。思想各方面的发达，我们虽然不是什么唯物啊，或者是资本主义的这个观念，但是毫无问题和经济的发达、国势的强盛都有关系。我们在宋代有一部书，是什么书啊？《太平御览》。《太平御览》。是哪一个皇帝编的啊？宋太祖能不能编啊？宋太祖刚刚统一天下都忙得不得了了，哪有时间去搞这些？是他的弟弟，不，他的弟弟很残忍的哦，觉得哥哥啊，要等他死，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做得上皇帝。说历史上有几大疑案，其中一大叫做烛影摇火，听过这个成语吗？啊，看着蜡烛摇动，太监看，哎呦，怎么能摇动的影子？有个好像一个人拿着虎头，怎么下去？不久听说皇上驾崩，啊，那当然毫无问题，我认为毫无问题就是宋代。他的弟弟操控，但是他当上皇帝以后，海内平定，所以国势就强盛，所以他可以编《太平御览》。第二个呢是什么？《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是哪一个皇帝编的？明成祖永乐23年里面，他一共23年，
加上他的父亲明太祖做了31年的皇帝的样子，他的侄儿云文太孙云文就是明惠帝做了4年，所以加起来在他那时候已经明代已经50-60年。也因此各位有没有发现，每一个朝代最盛的都是什么时候？是开国还是第二代？都第二代，第二三代。为什么？只要第二三代能守成，自然就重要。还有到越来越糟糕，还有你们呢，如果说有机会到像台北故宫去看历代帝王画像，我曾经仔细看，起码元明清三代我是从头看到尾。有一个现在龙章凤姿前边，然后越来呢越不成人样，到要灭亡的时候就张驼石墓，然后呢那个样子就是越来越年轻，活也活不长，这个朝代就三代都一样。这个闲话好，所以永乐大典，各位再看，清代是我们中国历史上论朝代，各位不要因为他满清人，论朝代来说是最了不起的朝代。整个中国文化可以说集大成在清代。清代的皇帝，你说什么昏君啊？这个昏君，昏君像东汉或者汉这个明朝的那昏君之多，清代没有什么昏君啊，比较懦弱的像咸丰皇帝、光绪皇帝那是没办法，他很可怜啊。那乾隆皇帝那个人气太小，其他都是很不错的皇帝，尤其什么呀？康熙、雍正、乾隆这三朝。所以在康熙的时候就有什么的编纂呢？古今图书集成。到乾隆的时候更大了吗？你们都知道了，四库全书。乾隆皇帝很重视四库全书啊，他觉得呢，他地位在场，享受人间的十全老，可是真正可以对文化传之于千万的四库全书。你看他的高瞻远瞩，一抄抄了几部书啊，好像古部啊，我读书常常不清甚者啊，所以好几部了啊，北京百洋部，热河百一部，沈阳百一部，好像南京哪里有百一部，这样几部了啊，3、4，可能6部，西北哪里有百一部，现在好像剩下2部啊，还好他抄了6部啊，否则经战火没有了。可是我们现在呢，印刷也发达，一切都恢复了，这是了不起。那在大陆呢，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人醒思啊，文化是最重要的，所以开始恢复。在1989年，我第一次踏上这个大陆，我们所说的九头河山呢，真是惨不忍睹。每一个这个寺庙，每一个什么都被破坏了一塌糊涂。孔子、孔林，孔子的后代所葬的孔林，连孔子都被挖，我们老师的父亲、母亲都被挖出来，
那个碑籍的破坏都不必说，啊，任何一个寺庙一看就知道新古的，啊，古色古香的那个神的塑像都被破坏了。但是呢，痛即思痛，也开始反省，所以这些年来呢，也做了很多的事，比如说把这个孔子学院推展到国外。儒学的这个什么呢？啊，国外能接受，把我们的文化扎根在他们，让他们了解中国的孔子地位绝不下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之类的。连我们的戏曲就有戏曲志33大成，啊，那么像歌谣。属于，啊，音乐乐器的集成，民间故事的集成，一弄下来，我当时呢，每出一套我就买一套，买到我家里呢都没有什么地方摆设，啊，相当大，啊，我第一个就把，当时呢来上我课要升教授的，这个。施德裕，我说你要抢先，戏曲志里边的宝藏，我给你题目，你先从方便的入手，做民间小戏就比较容易。结果他写了个书，有一次两岸的学术会议在沈阳开，他提出了那个郭汉成，就是当时候。大陆的戏曲界的最大佬，他当场就这个余阳夸奖施德裕，说你看我们这套书还没有完全编完，编了27、28册，人家台湾的学的教授就能利用它，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利用，只知道编啊，所以啊是可以，也不要再看别的书，啊，当然我这个是说的简单一点，他就利用这一些，说各位真知道，一门学问的研究，你那个资料的那个掌控和能够直接看出到它最大的集成，你就省了很多时间，啊，所以像我们这个俗语方面。这个中国这个什么俗语，集成类似这样的书呢，当然就很重要。这也是各位第一呢，应当留意的啊，应当留意的。那么对于这个什么呢，还有一点各位要留意啊，我们这个即使这篇文章有没有很。同样的很重视我常说的一个命题要不要给它定位啊，有没有？好像俗语我是怎么样给它定位，巴西那边有提到就是通俗流行的语句或者约定俗成广被应用的语句，那接着就要说什么，文献上最早用到俗语一词的是西汉刘夏的说宴贵的，可见这个名字我们是不是造出来的，啊，不是，有根有据的。这个使得你的研究有点学术性的，它令人稍微能刮目相看，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你要有溯源的怎么样功夫，啊，拉一些古人，拉一些神来做你的底子，啊，你说起话来就有凭有据。这为什么先秦诸子常会说孔子曰，对不对啊？啊，或者尧曰，这个尧啊、舜啊是被谁引用最多的？儒家，对啊，
他们总要抬出一个火象出来，道理是一样的。当年我在年轻的时候，在批改在这个阅卷啊，大专联考的这个国文卷子，我最喜欢看什么样的文章啊？这个钱就容易赚啊！题目一写就开始，孔子说，孟子说，说了就接着国文说，然后就蒋总统说，现在就蒋经国说，说了以后就没有自己说。这一种呢，大概就给个五分十分，就很了不起，哈、啊，这个。但是这个心态你们就知道，就是借助于一种所谓庄子里面所说的什么，像这样的说，庄子用三种语言，一种叫知言，知言就是它的旨趣所在，知就是酒杯那个知啊，知言，然后呢，众言就是。有思想、有地位的这种，贤圣之言。而第三，他用的最多的，就是我们将来会讲的寓言。所以，我们呢，有时候也常来把这一些。另外，我们呢，接着又继续说到，各位，像这个俗语。而事实上，被先秦的这些重要的诸子百家所运用，他们有没有统一啊？有没有在这统一在俗语之下？没有。也就是各位一定要知道，一个文化啊，尤其像中国这样广阔的区域。而在这个先秦诸子呢，是百家齐放、思想自由的时候，一定百家争鸣。百家争鸣就各有一套，就像我们上个礼拜说的，俗文学刚刚起来的时候，有没有统一的命名啊？没有，没有。那我们之所以学术，就要慢慢把它不同的，在一个大家都不反对，而且是可以笼罩涵括的，我们把它举出来，举出来，使别的都更加怎么样，也更加觉得它确实可以涵括在里面。因此呢，我引用了许多的这些啊，《左传》啊，《战国策》啊，《庄子》啊，《荀子》啊，《韩非子》，你看他们所用的这个语言，各位翻开89页，89页呢，我们引据以后做一个总结，小总结，那就是第四行，可见《左传》称桌宴，《战国策》称比喻，《庄子》称野语，《荀子》称民语，《韩非子》称比宴，而他们看来似乎差不多。也就是说，从他们的这个什么例证，他们所引的内涵、形式，事实上名词这些不同。但内涵形式都差不多的，不止如此，其就一个宴字而言，你看杜文澜的这个里边就说了这么一大堆的这个名词，杜文澜呢其实没有好好把它整理得很好了，他的学术的能力呢，在我看来是比较弱一点的，但是功夫是很大。可是呢，他提出了两个这个什么呢，很值得让我们注意到的。各位看89页的，一个是文言，一个是常言。
可是他的文言常言是不是我们刚才说的，是因为时代怎么样，时代不同啊，比较古的我们现在看起来他是比较优雅，就说他文言，那比较近的你就觉得比较接近一般的，就说常言。事实上这样的分野呢，就我们的观察也是不精确不周全的。各位翻开九十页，我问你们一个小问题。九十一页啊，第二四六第七行，这个欧阳修《归田录》啊，离雁云，赵老送灯台，一去更乃来。这个句子有没有怪怪的？中文系有一门很重要的学问，教头学在我们中文系啊，我们台大中文系原来也是一门的很扎实的学问，是这个王书民王老师，他可以说是近代教头学的大师。哎，对了，就这样。教头学，现在我们叫什么？一般叫什么？教堂学。其实原来是这样。那个头啊，象征着拿一个本子，两个人呢在互相比摊。那个教就是我们现在简写的教。这门学问呢，看起来很简单，不知道的以为是校对，但不一样。因为古代的经书啊，传抄，对不对啊？传抄会产生字形、字音、字义的讹变，字形、字音的讹变。那么如果没有把它弄清楚，整个经义，整个就变化大。譬如说，孔子到底有没有读过《易经》？哎，《论语》里边有一句：“假我数年，假我数年以学。”啊，亦可以无过也。我们现在的版本是，好，这一句呢，如果不标点。因为我们在座都中文系的，顺便说一下：假我数年以学易，可以无过。那这个易经有什么？当什么来讲呢？易经，对不对？让我多一点时间，活长一点，我来学易经，我就可以不会啊，有什么过错？孔子都会知道他七十而不逾矩，但是王叔宇老师看到的宋代的《论语》的本子，这个译作什么呢？这是王老师说的啊。我们有一句成语，说孔子呢，读易经，围边三句。围边是什么意思啊？哎，因为古代的书是用检测这个牛皮绳子串起来的，
所以微编就是简称古代的诗。三绝是怎么样？一段再断，规定三次了，中国有三，不是三次的意思。那可见他用功不用功啊？很用功。可见呢，他对《易经》有没有滚瓜烂熟啊？有。所以呢，《易经》里边呢，孔子既然读过，那孔子什么四大传什么哪里就，他都涉猎过，就是影响学术很大的一个问题。可是如果呢，宋代的版本这个易学这个易，我们标点就变成了教数点易学，易可以过一个。这个意义呢，只不过是做一个连接的字字词而已，音都相同，可是字不同，意就不同，一字之差，你看，就影响了多少。啊，如果是果然原文是这个意的话，孔子有没有读过《易经》就不知道。围边三绝就后人不会出来。什么蛇的什么什么钻啊，什么什么是手做的，那有大大问题，很可怕的啊！所以，我们这个世上哪一个字的错误啊？我这六十几万字的书啊，六十万字的书啊，我的学生丁兆群教授，他在世新大学教史文学。他仔细帮我读过，又重新校勘过，改了不知道多少条，我忘了。所以现在各位大概用的是第二版，第一版已经卖完了。可是我看这个也是这个问题，应当是什么？一去更不来嘛。那个不和来有没有是属于什么样的错误啊？行进的错误啊，类似这样行进的错误。今天我看啊，这个剧本是我们为北京这中国戏剧有中国京剧院编的啊，那个中正大学的王春明教授写什么？什么干云？什么干云？怎么写骨干干？我说这一定是错字，应该哪一个字啊？干，干戈的干，啊，干就是直接碰到，顶住了云霄的意思，像这个就声音声音老虎。我们台南有一种这个名小吃，叫卤肉饭。卤肉饭，各位，那个卤肉饭怎么写啊？肉，然后呢，浇在白米饭上，就是台南啊，那时候市民百姓啊，穷苦，又好吃又可以怎么样？又可以。花很少钱就吃饱了。我每次回我们那乌山我的家乡，一定要去吃一种这个豆菜面。我前几天回去钓，那个豆菜面呢，他自己写说他民国三，就1949年啊。哦，我9岁的时候，难怪我母亲说饿了，就买个豆菜面。他的祖父。开始做豆菜啊，所以这个传承很有意思。但是卤肉饭呢，现在不这么写了。写这个，有一次报上登出来一个美食家讲演，他说啊，你们知道台南卤肉面来自于哪里吗？山东。你是没到你不要啊。所以这一门学问呢是很麻烦的艰苦，可是现在在台大里头没有。
全台湾都没有这种俗语，俗语啊，谚语、歇后语、惯用语、口头成语、秘密语。要做一个这个可以涵括许多的，它的定义的界位就要怎么样？包容性要大，要宽广。你看，像这个谚语的谚，给我们的感觉，它其实它的本意是强调哪一方面？它的本意，还有惯用语呢，口头成语呢，秘密语呢，像这一些，为什么我们不能用它做一个涵括性大的共性的名词呢？为什么？因为它的名词里边已经对于它的内涵意义，或者在形式上，已经有没有相当的制约性了？就有制约性。比如说这个谚语的谚，从这个文字的结构，这是一个既是形声字，又是个什么会意字？都还记得我们上面礼拜说过。我们有时候这个六书难以归纳，哎，有没有说过？有啊，比如说我们写了三点水的前路这边的剑，既是形声也是会意。这个燕子呢，言这边是意，右边这个燕是音，所以看起来是会意字。可是这个谚，它的本意是什么？才俊的意思。所以我们说俊谚。因此，谚语是不是一般老百姓说得出来的，还是要读过书的人说的话？所以谚语的本意啊，暗语是读书有学问的人说的话，因为这样的话，它都含有什么样的内涵呢？都含有这个哲理在。然后根据这样的哲理的语言，但是哲理的语言有时候老百姓也会悟出来啊，所以它变成很通俗啊。所以才有离谚呢，离俗的一般也可以说出来，所以这个是引申出来，如那个有哲理的语言，这个意义引申出来，所以它要加个离字，对不对？或者俗字来形容它。那歇后语呢？更明显了、啊，它是从哪一个？歇后语是从什么的呢？借着一个大家共同认识的，那叫词汇吗？像是那个兄弟是有余，然后借着这种大家共同认识的语汇或词汇，直接省去了一部分，然后玩的一种文字游戏。对啊，你说它是的文字游戏的一种，就说得很好啊。但是它的形式常常只说了前半，长的怎么样？后半。所以歇后就后半那个怎么样？歇就是不动出来啊。因此呢，它是一个形式上的这个好起来。就像这个歇后语，就是他在表示、表现一个有趣味的，或者这个他不一定是什么哲理思想，不一定。那大家觉得有趣味，也是大家群众喜闻乐见的，所以他也可以在
俗语里边，而俗语里边比较哲理思想的，事实上就可以归在什么谚语。那惯用语呢？惯用语就是民间大家一说，说的很简单，但里边的含义，大家都能了解。啊，所以一个语言含义相当大，那你一说大家就非常的这个能够领会，像这样就变成很实用，很实用当然就听不起，所以他也是在熟练。我说一个有趣的笑话，有一群朋友在一起，大家都要说笑话，那每一次在一起都要说笑话，说久了以后会不会重复？会重复，所以就说，哎呀，以后我们呐、为了省时间，把我们已经都说过的笑话，编为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然后呢，来，这个一号笑话，大家，哈哈哈哈。那是省时间，很节省。那口头成语啊，就是表示它不是书面来的，它是大家呢平常里边的这个有口头它传开来。而这惯用语和口头禅有时候会不会有重叠部分？当然会有重叠。不过成语一定怎么样？是文字会比惯用语要来简约，而往往趋向于所谓的成语的几个字啊，四个字。所以它要这个口头禅语，这个秘密语啊。江湖这个行话，江湖人呢，有时候啊，要看看您是不是我同道的，或者同一个什么的。你们都知道，晚清末年有一个叫做什么呢？什么会啊？天地会。天地会。而天地会里面，他们就有一套彼此这个。看看您是不是我族类的，就有一种彼此的口号。那这种呢，就是在一个特定的族群里边所用的那个所用的话，是别的这个什么族群不知道的。如果在座有男同学当过兵，都会知道，在战地里边，每到下午五点钟，就由这个指挥部，今天晚上的口令、口号是什么？啊，比如随便说，拭目以待。拿台湾来说，拭目以待就是今天晚上。那如果卫兵看到有个人走过来，口令，站住，口令，他就说苏木鱼，对不起，放弃。这种呢，其实也是从秘密语这个系统下来。我在马祖当排长，半夜里面，我那个一个这个什么，一卫兵带来一个军官少校过来。报告排长，他不知道口令啊，我一看，哎呀，就是我们那炮兵连的连长嘛，也还我熟的，我说没关系，没关系啊，抱歉啊，今天去看朋友喝了酒啊，都忘了这个时间啊，回来，你看就抓了，就抓了，当年啊，
历史上也有一件事，就是李广啊，李广要经过霸凌这个地方的这个亭啊，霸凌亭，那个亭长，你们知道历史上做过亭长然后做皇帝的是谁啊？啊，做亭长或者做皇帝的是谁？那么有名的你都不知道啊？哎，生一代的。刘邦。啊？刘邦。刘邦是什么亭啊？啊？什么昆仑？不是啦，乌江是谁？霸王。字文出啊？不是霸天，是谁啊？啊，霸凌是李广呢。经过霸凌位，就是在那所霸凌。亭长的地位啊，等于现在的里长兼派出所所长啊，所以他可以管这些。那也一样的，这霸凌位，李广那时候已经不做将军了，他是何其堂啊，你翻阅军口令，李广不知道，所以呢。就要抓他，他说我是副将军李广，他说赵高公金将军我都不管了，何况副将军。哦，你看李广啊，当初在边塞地位是很高的啊。好，李广后来呢又恢复将军，他第一个请求就是说把他霸凌位找来做我部属。找来以后，第一件事什么？杀了他。说李广胸襟不够大，凭这个小事，他应当敢说，你那时候真是尽忠职守啊！啊、哦，虽然我你都不放过，可见你真是能好重用。这个人一定是五体投地，可是人就是这样。所以秘密一样。像这个秘密，你从来没有人呢把它当作俗语来看待，可是它有专书，而且我认为它是怎么样，是流传在民间的这些，说起来里面的黑道，啊，说黑道谈话，也就是俗语。我们研究一门学问，不能够怎么样自我设限。啊，他虽然是黑道流过了几十个团体，但是我们也要听到他的情况。这里边呢、啊，有一些呢，我们大家都知道，都会用，但是就不知道它的意义的。我举出来一些例子。这些年呢，在哪里？比如说这个上当啊，第几页？不错不错，各位都比我熟了啊、书虽然是我写的，但你们有用过。好、啊，各位看114，这几条啊。这些你把它念一下啊，这个像这几个大家一定是习焉不察，知其所以然，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类似这样的东西各位就可以研究收集去探研啊，将来创发性就很大。一吃醋为唐太宗赐魏征美女庶人为妾，魏夫人抗命，太宗赐鸩酒，魏夫人一口喝下，没想到是酸溜溜的醋，后来用为男女在感情上有所
妒忌时谓之吃醋。谁能知道了吗？啊，这个魏征，一言的人啊，那魏夫人呢，原来管教很深严啊。各位要知道，那个拿现在来说，这个当然不可。可是古人呢、啊，我一直为我们中国古代女性打不平啊，所以最近编了一个这个司马相如啊，与卓文君。别把司马相写的是窝囊汉啊，什么毛病都有，哎，但是卓文君又美丽又勇敢又有情啊，这个，所以卓文君呢，司马相如功成名就要娶妾了，你们知道，所谓茂陵女要为妾，也是卓司马相如的故事其实是半真半假，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大概一半真的，茂陵牧民啊，但是文君当如卖主那是真的，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文人的无限，懂得如何要这卡银敲诈，大概是这个司马相如开始啊，那是这样的，所以在以前呢、啊，说一个男人做大官呢、啊，没有几个小妾。那是很少的啦，可是魏征他就是不敢，然后上当，像上当这个事。二上当，为清河王氏富户，在城里开一间当铺，族人按五金分利钱，游闲过日，清光绪间主持当铺的教授助喜。书教科书籍不善事业，族人乃竟以无用杂物到自家当铺典当，高估而索钱。不久，当铺因而破产。时人因有清河王自上当之谣，为清河王氏自己上自己的家的当铺骗自家族人的钱财，后乃用为每当我们办某件事，因被人所欺骗。或捉弄而不得成功时，就称作上当。请问这样的一个成语，是这个这样的一种的惯用啊？他有没有和原来的意思有一种左样啊？本来的上当，就是你自己怎么样？自己造的孽，自己承担。啊，这个意思是这样。这个当铺明明是你们家族里面以代为生的，结果大家呢就自己拿这个什么劣质品去自己挖钱，挖到后来当然这个当铺就倒闭了，那你自己的资金啊，你当然不行。可是现在就引申开了，啊，中国文学里面呢、啊、很麻烦一点，都有本意，但是。其结果往往引申义才是我们后来所认知的，所以他的这个根本呢、啊、和最后的结果往往有落差，这个混账更有意思。三混账是说北方蒙古族逐水草以帐篷视之，蒙古包围之，夜晚年轻小伙子会找年轻姑娘谈恋爱，每摸进帐篷中，如果被姑娘家长发现，就说对不起，弄混了帐篷，下次再犯。家长轻则说你又混账了，纵则说混账东西滚开，后来成为一句气愤骂人的话。好，各位都知道蒙古包，对不对？蒙古包，那么男女谈恋爱怎么会这个摸到女朋友那边？那被抓了，被看到了，他说对不起，我弄错了这个账，所以叫混账。各位有没有去过、啊、在云南？云南呢，什么是黄龙山下边有一个泸沽湖。泸
都，水很清，那边还保留我们非常古老一种风俗。住在那边的祖群呢，我去过，但是忘了他什么名，还走婚的这个习俗，各位知道什么叫走婚吗？啊，姑娘长大了，有谈恋爱，但他们不结婚的，就男朋友夜晚，女朋友要告诉他，我是住在那个第几间，啊，然后他夜晚就摸上去，摸上去呢，我就观察过他们的摸的路径，是很危险的，啊。如果我的话，永远追不上你，因为要摸上去的那个路，要爬，要干什么啊？啊，你甩下没命的。他们就这样，是汉少数民族的混战一样，摸着，这个叫走婚。或者如果生孩子，就由这个什么，由新女方的这个。的兄弟来抚养，所以往往孩子呢知道母亲，而也知道舅舅，因为舅父就等于父亲那样在养育他。你看，这是极古老的风俗，一直到我们闽南这个地方，台湾现在都还有地方。说第一道是什么呀？天公。第二道是什么？舅母公。啊，那为什么舅舅第二就走入这个公式？就好像我们那个婚礼的婚，写个柳枝边，一个黄昏的婚，原来柳枝边没有的，那为什么柳枝边没有？就黄昏的时候结婚了，所以叫婚礼，黄昏的结婚的一个这个习俗。那为什么选择黄昏呢？古代没灯啊，这又是抢婚啊！我在读这个医理的时候，我就这么解释，我到现在是这个我自己解释，因为当初抢婚，男家是怎么样？跑到女孩子家里，女孩子知道对方今天要来抢婚，也有说准备，心里还准备被人家抢。来的时候就锣鼓喧天，啊，好，新娘呢就把她抢走了。如果往东边跑走，那追的人要往哪一边追啊？那往西边追，永远追不到。所以这个，那。抢婚当然大白天这个不合适啊，又不是明火执仗那样的像强盗一样，所以就黄昏。你看这一点小事，都可以看出古代的这个习俗。像这混战，就是古代帐篷时代北方民族的一种习俗传下来。然后再来，军礼。黄河河套地区用牛皮做成筏子，待雨不和，便用足力气往牛皮筏子里吹气，好能扶人渡河。后来对那些好撒谎说大话的人说：“有闲工夫去吹牛皮筏子吧，好大口气，简直可以吹胀一个牛皮筏子。”后来就简约为吹牛皮。如果各位啊，也曾经到过这个，即便是山西、陕西的黄河地段，那么牛皮筏子呢，现在还有传承。那在古代呢，是重要的一种交通工具。那真是底下是牛皮啊，那真是吹出来。那要吹是要力气。
历史上也有人呢去攻赵，也是半夜里面利用这些去把赵国打下来，是谁？韩信，韩信也是利用这些，所以崔牛比事实上就提这样，啊，就表示呢夸大其词这个情况。那是什么拉皮条？啊，人们谁知道拉皮条的意思？拉皮条啊，是北方呢，那牧民啊，他们呢，这个公马母马要错对的时候，把它们拉在一起，然后哎，就可以配对，所以这一些呢，后来就变成男女之间呢的这种。有人从中啊介绍或者是错，那是这一些啊，可以说呢，大部分我相信大部分的这个民间的这惯用语啊，啊，就变成之前啊大家都会用，可是问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几乎人人都解释说不出来，因为它的根源啊太平常，结果就时间不长。这种情形在我们的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都有。比如说，我们读元杂剧啊。对老太太说古儿古过了古开元大帝谁看古儿听到老太太当兵的叫爷老当强盗这个帮老那为什么知道呢上下文看装扮就知道可是为什么老太太要称古儿啊，强盗要称帮老，当兵要称爹老，所以说不出来。哎，我要追你嘛，就是我考察出来。啊，你说这个古儿，我发现什么呢？年代的刊本。这个梁字呢，它都写成这样，明天的刊本，这个对他来说，这文字上的变化叫怎么样？省文是简体字，这个再省下来就怎么样？古儿，我们现在到面摊子。要写这个面啊、哦、鸡蛋鸭蛋的蛋都写这个蛋这个也是省文这个呢和卤肉饭一样都是同音怎么样同音的额变民间啊认识的字不多错误的变化这个野老啊原来蒙古话叫什么呢A 了，是蒙古话，就当兵的，啊，这一来，元代的时候当兵的何等威风啊！所以呢，这个字音变，这个老呢，那又称这个老，各位这样这样的老啊，在我们的词汇里边。都叫词尾，没有意义的，像桌子、椅子、接满了，跑得快，
穿的衣服的穿着啊，都是词尾。老师的老，老李的老，这个词头。小王的小，也叫词，没有意义。所以老师不一定老，老虎不一定老，老鼠、老王都不老。小王有时候个子比你高，啊，也不小。这些在我们的词汇里面常出现。当老这个字呢，我并不对待。这个帮，成群结队的帮，在民间老早，帮会里面的人，往往是正人君子啊，为非作歹的多啊，往往为非作歹的多。这个帮呢，就可以写成这个，写成这个符号，帮的符号。所以呢，一审一下就变帮了。越是这样子，你看，也是我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但这可以考察出来的。考察出来是因为我们中医系啊，有这些文字学、语言学的问题，还有艰难一点学问才可以啊，书文学啊，才能够弄出这些来。我之所以刚才要让黑心念给各位听啊，需要你们啊提供一些，你们把它记下来，将来呢、啊、你们同学会啊，你就可以耍一招。你知道上当是什么意思吗？你说为什么叫上当？哦，你不知道啊？我说给你，啊，你这头子风头就出来了。越是这样说一点点啊，打破那个沉闷的气氛。这个在我们所长啊，已经真的好多专门会吹这些给他们听，因为他们好像都懂，但都不懂。好，各位，这里边的例证，我们可以说举啊很多，而这些例证，就拿那个。这个分裂的基础不一样，它分出来的品会不会一样？就不会一样。譬如说这个谚语里面，谚语里面，我们拿它的内容的分裂，啊，96页，你看这个谚语的分裂呢，就有。我就举了十种，啊，十种。那么，如果从它的修辞的方式，啊，要比喻型啊，对我型啊，好像有5、6种。啊，5、6种，你就可见了它里面的复杂性。但是每一个。谚也好，歇后也好，惯用也好，或者江湖行话也好，啊，或者口头禅也好，它都有怎么样？它本身的在俗语这个大范畴里面，各自的特色共性，啊，各自的特色共性。我举了这么多例证，意思就是这些呢都比较耳熟能详，不是很偏僻，所以各位读过以后，我相信呢，你们呢就容易能够掌握而有所收获。只是有一件，我们在。作为一种比较学术性的处理的时候，我引用了好些的什么文献上的原点，请问这些原点你们是不是可以看得懂？是不是
前完全不了解，所以我们这个书叫《俗文学》，里面有没有很多不是俗的俗文学的内容？有很多不是，但重学问，它就必须如此。一般的俗文学的书啊，它连体育都不是，就说一些这个什么概念，但是我们不是，我们很重视举例啊，就是各位呢从这个实例里面去真正了解它。比如说这个什么八十八页，最早的这个西汉刘向的说谚，这个贵德。像说谚这样就是用一些啊比较简短的比较有趣味性的来说一些道理的书。我在向各位做学生的时候，很喜欢怎么样，有按陀书和传陀书，所以眼睛很快。什么叫做传陀书呢？传陀书就是摆在床头要睡觉以前看一看，看到哎困了一丢是床，这叫传陀书。现在没有传陀书，现在变电视，打开动物，那些动物在那边跳跳闹闹，我都看，所以我对动物各类型的都知道啊。哪个习性怎么样啊？哎，怎么样？什么连蜻蜓一天要吃多少蚊子，我都知道。蜻蜓对我们很好，以前我小时候专门抓它，现在人哎，蜻蜓对人类太好，因为它只有吃苍蝇和蚊子，而且呢，它的震动呢速度那么快，能量消耗很多，所以要吃的蚊子呢和苍蝇要吃很多，啊，它吃的越多对我们越好。类似这一些啊，万物尽欢皆寂，然后就睡着了啊，结果就电视看我，我不看他。但是以前呢，喜欢传陀书，因为那时候电视也不像现在，那就看一些简短的、有趣味的日积月累呢，你就增长了许多。传统文学的底子啊，这一些啊，我看你们大概现在不会像那样做，啊，那也不卫生，那眼睛都很怕，躺着看书是吧？但是好些啊，类似这一些的，就当时候，好像这个。八十八页，他俗谚云：“画地作揖，亦不可入；刻木为力，其不可对。”像这样的意思，各位能够了解吗？这也是当时候的俗谚。当初流传，大家都说了俗谚：“画地作了作揖，是不是真正的监狱啊？”但是呢，亦不可入。即使不是监狱，你都不可以进去。这什么意思啊？因为他有什么之名啊？有。狱的之名，有牢狱之名。你如果进去的话，就表示你的这个什么行为，你的修身都不十分简单。真正的修成纯正的名实之间，他都要完全的这个
奸雄，既然画一个圈圈，它叫做地狱的，你进去的时候是不是等于你被关在里面？是不是你的操守的问题？是不是你行为有问题？好，刻木为例，即使用木头雕刻的，形成一个关的样子，而这关的样子上下文它是什么样关呢、啊？刻木为例，他把它雕刻，但是是法力在这里是业力，你其不可对，你也绝对不可以去面对它，好像被它守护一样。你面对它，好像你怎么样？你有问题，你有犯罪行为。这个不是，是一个人修身、处事、为人都有机会。就可见那时候的民间的操守这样变。好，我们现在常用的见兔而顾全未为完也，可是我们常用的是什么？亡羊补牢。那这个话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你这个牢就是关这个牛马羊这些狩猎的家畜，你被他逃走了，也就是说你有没有疏忽啊，有没有损失啊？但是真正的重要，你知过能改，知道错误能过去什么去修正，将来就不会有问题，这就好了啊。所以亡羊补牢呢，他就取其这个取其这个什么呢，能善于补过这个意思。那前边的这个什么呢，见兔而顾全未为完也啊，你看到机会出现了，然后顾全就是要找可以帮你的忙去这个捕获得到他啊，也就是说见机行事，只要你能掌握都不算这个事，都是可以成功的，类似这样的意义啊。所以各位啊，如果你们看了这个我们引的原点呢、啊、有问题的话，或者不太清楚，可以和同学讨论，讨论不出来也可以问问我，也许我一下子就答不出来啊，但是因为我们中文系的，所以我写东西呢，就会喜欢呢、啊，用些原点呐、啊，还有各位啊，真要学习的，要仔细多读的是哪一点？是哪这篇文章你们要多仔细读的是哪一部分呢、啊？俗语的范围和名义。这一部分就是我们所说的化繁为简，让它当举目张的过程。好，认识这个呢，是值得各位啊在自学上，要注意后边的例证啊分类啊，就是让各位读了学了以后，能够有所得，能够运用，兼顾这些。而这一篇东西，事实上就是我们从那这些目录的参考书啊，像这个一般的代入性的东西，而后边附了这么样的我所运用过的参考书目。其实它意义也是很大的，可以使各位都有个基础，想要进一步就有东西在这里。下个礼拜我
我们来谈谜语。汉这个什么呢？文字如此。谜语有它的原理，都会把这个学会了，将来猜就有本事。了解谜语呢，古今的那个历史啊，你懂得历史，要猜以前你抓住它的历史，就容易轻松。你如果抓不住它的历史，就难以轻松。那你清楚，你永远就猜不到。那这个对联呢，我们要仔细讲一讲，因为现在啊，中文系的啊，或一般社会呢，懂得好好做对联的、欣赏对联的不多了。而对联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国文学最精炼的一种形式，最精炼的一种形式。可是中文系居然都不讲，所以我们特别讲。而我做对联是有本事，所以可以教各位啊。当年我们台大重要的对联，蒋介石去世了，沈西哥啊，都是有代表性。文字游戏啊，所以我们跳过对联，先谜语和文字游戏，下面看各位读者两个版本。好，谢谢各位。